肯定要回去。他变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。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 Minecraft 恐怖地图，这张地图名叫做 Puppy Playtime。 那么现在在你们左手边的是 Huggy Wuggy， 在你们右手边的是可爱的妈咪。那么这张地图的话，相信大家应该比较陌生，因为这张地图是比较新的地图，跟我们上一次玩的那个 Huggy Wuggy 那张地图的话有点差异。这张地图的话是 Java 版的，上一张是基岩版的。然后玩这张地图的话，你需要装一个 mod， 就是 Puppy Playtime 的 mod， 作者有给你啊。那么大家如果想玩这张地图的话，可以去简介下面找一下下载地址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它是有第一章的内容，然后这边的话有第二章的内容，作者是全部给他做出来了。可以看到这个 Huggy Wuggy 对比之前那个基岩版上，这个 Huggy Wuggy 是不是变得更可爱一点？但你别说，这个妈咪做的真的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好的，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张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，给我留下个三连，点赞过一千，我们就继续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更多好玩的 Puppy Playtime 地图给大家看啊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。Let's go。 哎，等一下，那么我们先来玩一下这张地图的第二张好了。然后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这张地图的第一张哦？第一张我也是没有玩过，因为之前玩那个版本是基岩版的，是两张地图。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可以告诉我呀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玩一下第二张好了。妈咪，我来了，妈咪。你别说，他这个mod做的真的挺可爱的。说实话，妈咪是从，他是从这个墙里面伸出来的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游戏吧。哦，开的时候，哦哟，他还给手。What？ 这个应该是要放一些东西吧，没关系，点一下看看。好，我们播放了一个什么声音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哦，第二章开始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这个地方我差点没想起来，这个地方是之前这里有那个 Puppy 的盒子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从这边出去。哦，你别说，他还原的真的挺好的。我们还是按照他那个原本游戏的剧情走啊，反正我们都已经玩过一遍了。这边是需要钥匙的门，这边有一个小机器人流着血。这个地方目前应该是没有电的吧，好像是走不了。我们来这边，哇，跑酷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做那么高端，是吗？他没办法做那么高端，所以需要小跑一下酷。哦呀，哎，这是那个龙吗？那个小红龙。OK， 其实我比较。想看一下这张地图，他的妈咪是怎么来追我的？这边有一个那个 Huggy Wuggy， OK， 什么都没有。来这边拿钥匙，这个这样开。哦，来了，这边是那个讲台，然后这边是那个唱片机，可以播放一些东西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应该是可以放的吧？哦，对，果然。是可以放的，但好像它没有声音哎，算了。哦，有，他用了原版，他用了原版的那个音效，我们就不听了吧。这个我们收集着好了，收集着。哦，什么声音？不要吓我。哎 ，Puppy 吗？这个是 Puppy 吗？哈哈哈！哇 ，Puppy 居然是个小僵尸，哎呀，可惜他这个模型怎么没做出来啊？他 Puppy 模型居然没做出来，他可能只做了那个妈咪跟那个 Huggy Wuggy 吧。哎，可惜可惜，但他有名字告诉我们。哦，这上面还有一个，哦，开了开了，哦，有四个。这个门开启的声音，音效不错哦。妈咪又来了，兄弟们，准备好准备好。这边是妈咪又来的地方，我想看他这边怎么做的。哦，妈咪呢？哦哦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这妈咪可以啊！哎呦，你要会动一下就更好了，兄弟，你过来抓我！其实说实话，他动画都没有做出来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做出来其实已经很厉害了。他那个模型真的还是蛮像的。哎呦，好黑啊！哇，好黑啊！哇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很可爱，说实话，你看，哦哦哦。等会等会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哎呀，刚才我说他可爱，可爱个屁呀！我们先过关吧，这个地方好像是可以看那个。哦哦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忘了，完了，我忘记他叫什么了。你帮我开那个门呐、啊？他不是会帮我开门吗？
哎，柱子有 bug 啊，他不会帮我开门啊。我走远点好吧，你帮我开门。啊，自己开吗？他不会杀我吧？他走了。哇，可爱可爱，他死了。No！ 啊！好恶心啊！哎，我死了，不是吧？哎，我就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哥哥，很可爱，说实话，真的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，感觉像小宠物一样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这边这边。可爱，很可爱的。哦哦，它会停，它会停。哦，我忘记了。啊！哎，我就是玩，我就要等它。哎，不等它，反正没有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说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不等它，就没有那种意思了。哎呦，他会上楼梯吗？我想看他上楼梯的样子。哦，他会上楼梯呀、啊！可以啊，你会玩啊？哇，真的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像爬行史迪仔？哎，怎么死路？怎么回事？肯定要回去。啊！啊！哦哦！哦 ，no！不不不不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靠！他变了！哦哦，不不不不，他怎么变样了？突然，这我怎么觉得比原版还恐怖啊 ？No no no no！ 哎，不来追我哦，没事，应该不来追我这里。好刺激啊！这个可以啊！哦呦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送我上去！哦哦，哇！妈的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只能等他走了。哦，死了 ！Nice！ 哎呦，放在电上面？哦，放这儿吗？哦，哈哈，可以啊，聪明。哎呦，他又来了！哦哦哦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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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关门！啊！我把它锁起来了，我把它锁起来，把它放出来了，放出来。啊，死了死了死了！我把它关起来了，操！笑死我了。我把它关到里面去了。啊！我去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！哦哦！呀！哎呦，好快呀、啊，这妈妈！是走这儿吗？总觉得不是啊。哦，走这里。开了开了，哇！重见天日的感觉真好。啊！妈，等等妈，妈呗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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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怎么走？哎，哦哦，所以妈咪死了。他应该就直接被吸进去，然后就没有了。OK 啊，那么今天这一期 Minecraft 版的 Puppy Playland 已经给大家录到这个地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张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投票、做三连、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，See you again， 拜拜。